医生，医生，救救我的孩子！医生，姐姐，裴总说了，让你打掉这个孩子，他不会让你这样的女人生下孩子进入裴家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我要见莫言。想见莫言？小子吧！挂了，大出血！啊？嗯？这大出血我也没办法呀，要不你还是听天由命吧。林言，你就安心，我会好好照顾你。裴总，姐姐说她对不起你，这个孩子不是你的，她要打掉孩子，跟自己的初恋去国外啊。我，林言，那么爱你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爷爷。真的忘记我们的约定了？总裁好，这才是你们的总裁。总裁，这个合同您看跟哪家公司合作？我觉得裴氏……你自己看着办吧，这一个亿的小事就别来烦我了。当当，我们……门主，有人求到了主家者，希望您出山。他头部有血块，失去了记忆。这种事还是找医生吧。你走吧，别打扰我和妈咪的生活。是。有两个优秀的宝贝也是一种烦恼呢。妈咪，我们走吧。走，去给你们爹爹的订婚宴送上一份大礼。林家和裴家联姻，以后就是云城顶级富豪了。以后还得多多照顾我们家呀。那是自然。要我说，还是雨萌厉害，能得裴总独宠，一般人啊可没这个本事。谢谢谢谢。哎，对不起，你没长眼吗？弄坏了你赔得起吗？对不起，这颗玉佩我必须保护好，林墨也失忆了。靠着他，我才能冒充莫言记忆中的那个人。我们家雨萌天生丽质又贤惠，那以后肯定是裴总的贤内助。妈，您都把我夸上天了。不过以后我肯定会好好照顾莫言的。这排场，整个云城都找不到几个，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啊？有些账该好好算算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干杯！来，林言，你不是……我没死。你很失望是不是？姐姐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听不懂。七年前你联合医生对我不管不顾，可惜我福大命大。你这个贱人，未婚先孕，把我们林家的脸都丢尽了，现在你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不来怎么给妹妹送订婚礼物呢？林言，这里不欢迎你。来人，把她给我赶上去。不
小野种，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。小屁孩，你少在这里装。快来丁豪，我妈咪被欺负了。裴总，不好了，有人大闹订婚宴。知道了。秦锦剑，我车祸失去了记忆，是林雨萌一直在照顾我，不知为何，我对他总有一种距离感。小杂种，你是不是短剧看多了呀？在这演什么霸道总裁的戏码？不需要演，我本来就是。妹妹，你没事吧？我要让你付出代价。我倒看看。你要让我付出什么代价？怎么，你也觉得这两个小杂种在说胡话？这样吧，你现在带着他们两个跪下向我道歉，我可以既往不咎。总裁，闭嘴吧你，满嘴喷粪！少女，赶紧把你妹妹放开！莫言来替我撑腰了，你大难临头了，快把这三个贱人给我丢出去！你睁大眼睛好好看看清楚，看我到底是谁！他们看得很清楚，打的就是你，不多不少，五分钟刚刚好。你个小东西，我们家雨萌可是未来的裴夫人，等会儿裴总来了，我看你怎么办！我劝你们善良点，他们可是国际散打冠军。裴总到。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么熟悉？莫言，快来救我！我为什么觉得他那么熟悉？难道我之前认识？啊！放开我！帮帮我！我对你负责的。七年了，再次见到你，为何我的心还是会有波澜？莫言，你可算来了，他们都快要把我欺负死了，你可一定要为我做主啊！这位女士是？这位女士，七年前莫言车祸失去了记忆，这些年我编造了属于我们俩的甜蜜记忆，莫言的心里只能有你。嘿，莫言，这事儿说起来挺丢人的，她呀是雨萌的姐姐，叫林言，七年前怀了野种，跟人家私奔了，估计啊是被别人甩了，这不又回来了。哼，我有没有私奔？林雨萌最清楚。林小姐，麻烦你好好说话。好好说你个头！不可理喻。爹地妈咪，你们能不能不要吵架？又不能像别的小朋友的父母一样恩恩爱爱吗？爹地，小朋友，你们搞错了，我不是你们的爹地。妹妹早就调查清楚了，你就是我们的爹地。姐姐，你怎么能教孩子乱认爹地呢？这会教坏他们的。傻爹真是惨，年纪轻轻眼睛就瞎了。黑莫言，不认我就算了，连自己的亲骨肉都装作不认识，死渣男！我也瞎。莫言，你别搭理他们了，估计是哪个野男人不要他们了，所以他就利用孩子，故意找一个有钱人做接盘侠。林小姐，我劝你还是赶紧找这两个孩子的亲生父亲，如果他不想负责了，那他就真的不是。对，他不是个男人，连个人都算不上。你说什么呢你？妹妹，我现在在骂那个野男人呢，你激动什么呀？难道你在心疼那个野男人？你毁了我的订婚宴，马上给我滚出去！林小姐，你要是这样，我就只能请你出去。渣爹，你竟敢这么对我妈咪说话！我要让你后悔！我改主意了，这一个亿的合同我要亲自处理，现在取消和裴氏的合作。一个亿的合同？你当这是过家家的游戏币呢？真是笑死！裴总，不好了，一个亿的合同取消了！你说什么？你这小野种，怎么会有这么大的能耐？我妹妹没有，难道你有？你，渣爹，你再敢欺负我妈咪！
就不是失去一个亿项目这么简单了。小朋友，我再说一遍，我不信裴爹爹。再者说，一个亿对裴氏来说真的不算什么。听见没有，姐姐？赶紧带着这两个小杂种滚开吧！嘚瑟的太早了，你等着。哥哥，现在还不需要你这种身份的出手，看我的，三分钟，我要让林家的投资商撤资。怎么，你这小兔崽子演戏演上瘾了是不是？两分钟。林爷，我劝你带着这两个小野种赶紧滚出去，省得在这丢人现眼。30秒。再死皮赖脸不走，别怪我叫人，把你们三个扔出去。时间到，现在三分钟时间到了，这我们怎么还是个点事儿都没有啊？林总，合作商撤资了。撤资了？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扎西，只要你向妈咪道歉，就可以考虑考虑放你一马。莫言的身份何等尊贵，你让他跟林言道歉，做梦！那就别怪我让裴氏破产了。小朋友，裴氏没有你想的那么脆弱。裴氏根基强大，刚刚的公司刚设计过内生，虽然目前财力雄厚，要真是对抗起来未必能胜，而且会十分消耗精力。叮叮当当，我们今天来是来送贺礼的，把礼物送到了咱们就回家吧，这里乌烟瘴气的让人心烦。都听妈咪的。你个小贱人，骂谁婊子呢？说谁谁知道。我为什么会心疼这孩子？你敢动我女儿，我和你拼命！我只是想……想什么？我警告你，如果你不想认同，那你就离他们远一点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许再挠我了。为什么我想到林言？为什么我心痛？失去的记忆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居然敢打莫言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我们之前是不是认识？裴总，你别演了，这样很没意思。难道莫言恢复记忆了？不行，我要阻止这一切，他只能属于我。林爷，莫言是我的未婚，你为什么故意倒在他的怀里？是不是想破坏我们的感情？林小姐，我们可以谈谈吗？哼，我对渣男没有兴趣，你们两个最好到死都不要分开，省得去祸害别人。宝贝，我们走。赶紧走啊，少在这碍眼。裴总，天一门回消息了。天一门怎么说？裴总，只要天一门主肯出手，那您脑部的血块就能移散。血块移散后，我就能找回记忆，就可以知道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之前请我出山的人是 Daddy， 难怪 Daddy 对妈咪这么冷淡，原来是失忆了。只要我治好 Daddy， 他肯定能记起妈咪。妈咪，我还不能走，我要留下给 Daddy 治病。治病？行，绝对不能让林言知道莫言失忆的事情。妈咪 ，Daddy 他……哎，就算莫言有病，也不需要你治。你怎么能推孩子呢？哪个孩子不是父母的心头肉？你既然知道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，为什么还要不认丁丁和当当？他确实有病，不过那是精神病院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管。林小姐，为什么对我有这么大的敌意？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？哎，因为你是个彻头彻尾的渣男。莫言，你没事吧？林言，我一定要搞清楚我们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。林爷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你怎么能这么对莫言呢？我妈咪才没有疯。Daddy， 你求我的事情我答应了，我这就给你治病。真是太好笑了，你说莫言求你治病，你当自己是谁啊？天一门主吗？你说对了，我哥哥就是天一门主。
秦言，你教的孩子还真是好，两个撒谎精。我才不是撒谎精，我这就证明给你看。绝对不能让他碰墨言，谁知道这个小野种在打什么算盘。小野种，离墨言远点，我看你就是受林言的指使，想要伤害墨言。你竟然敢推丁丁，是又怎么样？谁知道他要对墨言做什么？渣店，你联合绿茶欺负我们，肯定会后悔的。你们联合起来欺负我，肯定会后悔的。这孩子不仅和我有一样的胎记，连行为举止都和我小时候一样。难道他真的是我的孩子？莫言，他们故意找茬，还说我们欺负他们。明明是你把丁丁推倒了，还说我们找茬。我是害怕他们伤害莫言。我哥哥才不会伤害渣爹，他只是想给渣爹治病。你脑子里是进了多少水，竟然看上了这种无脑女人。你个小贱人，我打死你。你不许欺负我妹妹，你故意推我。还有你为什么一直阻拦我渣爹治病，到底安的是什么心？谁故意阻拦了？你颠倒黑白，冒充天一门主，谁知道你要对墨言做什么？林雨萌，难不成真不想我的病被治好？行了，少说两句吧。宝贝，就算他确实有病，就让他病死好了，你们也不要管他。在这云城，能治好渣爹的病只有我哥哥，真是有眼无珠，不要后悔。我们才不会后悔，冒牌货。赶紧滚吧，只有治疗好渣爹，他和妈咪才能和好。我才不是冒牌货，我真能治好爹爹。天一门主的身份何等尊贵，也是你这个小屁孩能冒充的吗？是啊，毛都没长齐竟敢冒充天一门主。要是让他老人家知道了，肯定会连累我们。笑死了，就凭他呀。赶紧带着你这两个孽种滚！你嘴巴能不能放干净点？莫言，你怎么能说我呢？是他们欺负我呀！我才没欺负你呢！你这个坏女人，我要封杀你！封杀我？你以为自己是总裁啊？还有你，冒牌货一个！我今天就让你们看看，我到底是不是天一门主！好。别吵，门主生气了，必须五分钟之内赶到。你别说，学的还真像这么回事。哪儿学的呀？三。我看啊，他们就是在丢人现眼。二。保安，把他们赶出去。一。门主好。都起来吧。谢门主。传闻天一门主很神秘，竟然是小孩子。确实令人难以置信。别以为你找了几个演员我就信了你的鬼话了。你爱信不信。什么演员？哼，你给我闭嘴，你算什么东西。羽毛怎么说话呢？我知道你们收钱办事，我这里有100，你们拿去。你告诉大家林岩是怎么指使你的。并没有人指使我。怎么100还嫌少啊？好，我再加100。200。总够了吧？真是岂有此理。妈，你给他们钱干嘛？他们冒充门主徒弟，迟早是要被处置的。只是这事归根结底是由林岩指使的，这回头门主大人要是知道了，该不会牵连到咱们吧？这臭婊子居然敢害我们林家，看我们打死你！他良心发现了。啊，莫言，你怎么能帮外人呢？闹什么呀？还嫌不够丢人吗？嗯。渣爹，我哥哥就是天一门主，可以治好你的病。嗯，你治什么治你？再多说一句，你给我出去。爹，那我开始了，承受不住你就开口。好。
丁丁，哥哥，哥哥，你没事吧？你没事吧？安排最顶尖的医生给我哥哥治病。莫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丁丁，丁丁，妈咪已经安排好医生了，我们走吧。好。你没事吧？莫言，我就说嘛，他们就是骗子。哼，动不动就吐血，还假冒店主呢。就是，八成是有什么病，可别传染给莫言。你能不能少说两句，吵得我头疼。莫言，我不说了。那咱们这订婚仪式，我有些不舒服，订婚延期。哎，哎，哎，裴总不是很宠雨萌，怎么这就走了？他说其实担心刚才那小孩。裴总，这是这是我们遇到对手了。听说这件事很宠的。李岩，你敢破坏我的订婚宴，还能走着瞧？医生，救救我的孩子！交给我们吧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啊，谢谢。妈妈，哥哥该不会被反伤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，裴墨言是故意的？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妈咪去对接？我明明可以让秘书去的。我是想给爹地和妈咪制造机会，他们之间有误会。哼，大家都那么对妈咪了，你就不怕妈咪受欺负？妹妹，你和妈咪都误会了，其实爹地一点也不渣。啊，不听不听，我要把念经。哎呦，裴总，负责人竟然是你。怎么，裴总觉得我不合适吗？看来我们的合作也没什么必要谈了。小调皮，你认真起来的样子啊，还挺帅的。到我们之前，医生，丁丁到底怎么样了？怎么还没有醒过来？孩子没什么大碍，只是体内旧伤未愈，需要静养为宜。我知道了，谢谢医生。嗯，原来不是因为裴墨言，是我想多了。妈咪，你放心，嗯，哥哥不会有事的。是我不好，我没照顾好你们，我竟然都没有发现丁丁有旧伤未愈。嗯，丁丁，妈咪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我能治好爹地。你都这样了，还想着给渣爹治病呢。裴墨言他根本就没有病，他就是故意的，不想认我们。妈咪对爹地的误会还是很大，我现在还没办法立刻帮爹地清除血块，打通任督二脉，要让他们多接触才行，没准爹地就能想起妈咪了。妈咪，妹妹有个和爹地公司的合作，你去对接吧，让妹妹留下陪我就行。为什么要妈咪去对接？明明我自己去就行了。你自己去我怎么放心？哎，算了，还是我陪你去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呢就好好休息，当当照顾好哥哥。嗯嗯嗯，合作方负责人马上到。来了。
是他。难道我们之前也合作过？裴莫言，你这个渣男，装的还真像不认识我。渣男，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，你都有未婚妻了，还对我动手动脚的。林雨萌才是我的未婚妻，为何不想靠近她，却忍不住想靠近林言？抱歉，是我冒失了。裴总平日里那么冷漠的一个人，竟然会给林小姐道歉，看来裴总真的很看重林小姐。林小姐坐。关于这个项目的前期对接工作，我们一定会做好。这个经理一定要放心。我到底在想什么？裴莫言这个渣男伤害我正事，我为什么还会觉得他这么帅气？我来吧。莫言，我做了猪肚汤。你个贱人，又来勾引莫言。莫言，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。我们只是在谈合作。妈咪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你们怎么来了？你竟敢欺负我妈咪，我要你好看！你怎么要我好看？你这个小杂种，居然敢害我！我没有在害你，你刚才只是被我轻轻一推就吐血，可见随时会有生命危险，而我可以救你。你之前还说能救莫言，结果却自己进了医院，我才不信你的鬼话。丁丁，既然他不信，你也不必多说，不是谁都领你的情的。妈咪，我没指望他领情，只是觉得他年纪轻轻就这么没了，还是蛮可惜的。哥哥，他坏事做尽，上天估计看不下去了，才想着早点把他带走，我们就别多管闲事了。我才不是多管闲事，我要让他来求我救他，逼他说出七年前爹地妈咪分开的真相。他赶着去死，就让他去吧，我们走。别以为你们一唱一和就能把我怎么样，我身体可好得很。我还有个会。莫言。林言，都是因为你，莫言才会对我如此冷漠。给我等着。阿姨，好心提醒你哦，不能喝含有酒精的饮料，不能被重物撞击，这样会死得更快哦。你，走吧。不能喝带酒精的饮料，我不信还真能把自己喝死了。我这不好好的吗？他说的是真的。林小姐，医生，我这是怎么了？林女士，您刚晕倒在路边，被送到了我们这儿，只是……难道被丁丁说中，我要死了？医生，我不会真的要死了吧？林女士，您的身体各项指标都很正常，数据显示您非常健康，短时间的话应该不会死亡。我刚才真是脑子进水，竟然信了那个杂种的话。那你说话大喘气干什么？吓死我！医药费是我垫付的，您能不能先把医药费转给我？我堂堂林家不差你这点钱。看看莫言有没有空，咱们一起吃个饭。我想知道莫言对你们的婚事到底如何打算的。爸，我来安排。好。
渣爹真是眼瞎，找那种女人当未婚妻。是啊，不过他们俩也真是绝配，省得出去祸害别人了。哎，妈咪和妹妹对渣爹的偏见还真是大呀，看来想要爹地和妈咪和好还真是任重道远呢。丁丁，你有什么想吃的跟妈咪说，妈咪今天给你好好补一补。妈咪，我想喝粥。好呀，这附近刚好有一家粥店还不错，咱们出发。好耶，走。谢谢。来吧宝贝们，看看想吃什么，随便点啊。我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。好。哟，姐姐也在啊。爹地，你也喜欢在这里吃饭呀？你乱叫什么？他才不是你的爹地。阿姨，你的脉象比之前更加紊乱，要是再动气震到五脏六腑，就会马上暴毙而亡。你闭嘴，你这个小杂种，你胡说什么呢？你本来还有五天的时间，现在不消片刻就会出现皮肤泛红、鼻腔出血的症状，稍后你便会暴毙而亡。不过要是你能说出七年前的真相，我或许可以考虑救你一命。七年前什么真相？什么七年前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莫言，你看他们诅咒我。童言无忌，况且你也没怎么样。Daddy， 我没有诅咒他，我只是好心提醒，时间应该不多了。你什么你？你竟敢诅咒我女儿！就是你这个小杂种，敢诅咒我女儿，要我不打死！谁敢动我儿子，我和他拼命！够了，都少说两句。莫言，你怎么能向着外人说话？我才是你的未婚妻啊！你和一个孩子计较什么？丁丁看起来不像是会说谎的样子。裴总，你的意思是我们家雨萌真的要死了？这真是可笑，这不可能。裴总，你不觉得能预测人生死未免过于离谱了吧？我劝您呢，最好别被骗。确实如此，预测人生死确实让人难以置信。我看就是林岩搞出的诡计吧。爱信不信，反正要死了又不是我。阿姨，你的身上已经开始泛红了。哎呀，雨萌，你的脖子，快看一下，这你只剩三分钟了。哼，不过是蚊虫叮咬，抓过以后皮肤就会泛红，有什么好稀奇的？还三分钟以后就会死，傻子才信。哼，就是，小小年纪学什么不好？学骗人，撒谎精一个。我哥哥才没有撒谎。好了，等等，我们不跟他们一般见识。雨萌，孩子说的这么肯定，要不然你去医院检查一下，这样我们两个人也能放心。爸，我刚从医院回来，那医生说我身体健康的很，别听他们瞎胡说。对，医生都说没问题，那肯定就是没问题。这个小兔崽子还能比医生还神呢。还剩两分钟。哎呀，你演的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要不是我去医院检查过，这说不准，我还真就信了。上梁不正下梁歪，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怎么能教出来好孩子呢？不许你说我妈咪，我妈咪是全天下最好的女人。全天下最好的女人，未婚先孕还私奔呢，还抛弃了。抛弃了什么？没什么，自然是抛弃了前男友了。敢污蔑妈咪，借这次机会我一定要换女人亲口说出七年前的事。一分钟倒计时，你的鼻子马上就会流血。丁丁这么小应该不会撒谎。小孩子会不会撒谎我不知道，但是体检报告单不会撒谎。阿姨，半分钟之内就会吐血身亡，要是你说出真相，我会马上救你。丁丁，你别说了，
倒计时，十、九。林言，七年前你就谎话连篇，现在你的孩子也跟你一样。你说的居然是真的。雨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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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醒醒啊！你醒醒啊！你别吓妈呀！妈，我起来。丁丁，我知道错了，求求你救救我！现在你知道我哥哥厉害了吧？晚了，早干嘛去了？只要你愿意救我，你要做什么我都愿意。真的做什么都可以。我说话算话，求求你救救我，我还不想死。我可以救你，但是你必须说出七年前爹地妈咪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这个小贱人趁火打劫，就是想让莫言和林言和好。不行不行，算了。妈咪，我们回家。啊啊！不要！我答应你，雨萌，你不能答应他呀！你，妈，别说了，我自有打算。只要你愿意救我，我就说出七年前的事。好了，经脉已经通了。啊啊啊！我感觉有力气了。啊，妈妈，我真的好了。你现在可以说出七年前的真相了吧？我跟裴莫言之间，难道真的是误会？我跟李燕难道真的有过感情纠葛？七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想让我说出真相？想都别想。七年前当然是林言和野男人私奔。你还敢狡辩？本来就是林。我就知道你会耍赖，刚才运功给你疗伤的时候并没有完全打通你堵塞的经脉，就等死吧。哼，妈咪，我们走。林言，你不准走，让婷婷救救你妹妹。难道你就要看着你亲妹妹死在你面前吗？她都能看着我死，我为什么不能看着她去死？我错了，七年前的雨夜，林夜和裴墨夜，七年前的雨夜，林夜，雨夜。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莫言，莫言，莫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莫言，你没事吧？走走走，我们去医院。走走，快去医院吧。快走，慢点。丁丁，你今天也累了，我们先回家吧。好。哎，不行，你还没有治好我，你不能走。你一时半会儿死不了，爹地什么时候知道真相，我就什么时候给你治病。等莫言清醒了，我就告诉他真相。丁丁这么说，估计在诈唬。这还差不多。妈咪，我想等爹地醒来再离开。好。医生，莫言他怎么样了？裴总已经没事了，只是他已经背叛我，看到他受伤，我怎么还是那么担心？这是什么？需要静养为宜，切不可再受刺激。难道刚才爹地想起了什么，受到刺激才会晕倒？等莫言身体好点，我再告诉他真相。他现在不能受刺激。哎，好吧，爹地真没用，这点刺激都承受不住。丁丁，裴总已经没事了，我们先回去吧。嗯，妈咪，我们回家吧。
哎，记得你们答应给我治病的事啊。他好傻。你说你是不是搞事情了？想不到他这么好骗，还以为自己随时会死。我调皮鬼。好啊，果然是渣，我早就恢复了。我想起来了，七年前你怀孕的时候我见过你。七年前你何止见过我们有孩子，你全心全意爱我，只是你后来变了心而已。裴总不必这样，有时间还是多关心未婚妻，以免被误会。裴总听不懂人话吗？七年前的事情我会查清楚的。你一个人带着孩子也确实可怜，我会帮你找到孩子的父亲。孩子的父亲？如果你不想再被打，现在滚远点。我没别的意思，我只是想帮帮你而已。妈咪在气头上，妹妹你就别吐槽了，否则爹爹被打残废了。你不想见我也行，要死去，不需要。就算你不考虑自己，也考虑一下孩子。淋了雨可是会感冒的。现在知道关心孩子，早死哪儿去了？走。你心为什么会这么疼？林言都是你逼我的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。妈咪你快接呀，我帮妹妹说。喂，你说什么？你不是一直想知道七年前的真相吗？我就给你个机会，你到底来不来？好，我会准时的。我倒要看看林雨萌又耍什么花样。妈咪，谁的电话呀？啊，没什么。妈咪今天有个同学会。同学会可是攀比的地方，妈咪一定要好好打扮一番。给我带来礼服和珠宝，立刻，马上。不用了，当当。妈妈穿这身就挺好的呀，而且那些礼服我也穿不习惯呢。妈咪去去就回，丁丁，你照顾好妹妹啊。妈咪我一定会照顾好妹妹的。真乖，那走了啊。真真是好久不见。雨萌你来了，你现在的身份可是非比寻常啊，马上就要成为裴太太了。雨萌，等你以后发达了，可不要忘了我们这些好姐妹。那肯定的。你好，菜上齐了。菜上齐了，雨萌，你快尝尝合不合胃口啊。不着急，还有一位没到呢。还有一个。林岩，你还有脸来啊？那是比不上你有脸呀、啊、那么高调秀恩爱却跟别人撞老公了。你那也比不上姐姐你啊，七年前跟人鬼混生下孽种，现在又来勾引妹夫。七年前的事情我清楚，你心里更清楚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七年前要不是你，我就不会背负上跟男人私奔偷生野种的骂名。姐姐，这些年你一直嫉妒我，什么都要抢我的，现在还要来诬陷我。当年勾三搭四人尽皆知，现在居然还想冤枉别人。就是，我要是你早就带着两个孩子去跳河了。闭嘴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我的孩子？算了吧，毕竟过去这么久我们也没什么证据。
当年的视频都存在了 U 盘里，我一直以为丢了，想不到你还一直保留着呀。雨萌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这可是当年唯一的证据。她可是我的亲姐姐，我怎么忍心？雨萌，你就是太善良了。原来是鸿门宴，雨萌这么护着你，你居然还有脸勾引她的未婚夫？林雨萌，能不能别装？你不嫌恶心，我还觉得恶心呢。你这个欺软怕硬的贱骨头，真不要脸。谁能比林雨萌更不要脸？妈妈是小三上位，自己更是知三当四，处心积虑的勾引裴墨言。你胡说，墨言是喜欢我才跟我订婚的。你急什么？裴墨言既然这么喜欢你，他怎么还不娶你啊？这阿爹都那么欺负妈咪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帮他？爹爹是失去了记忆，不是故意让妈咪伤心的。你说什么？之前爹爹找人求到了我名下，说爹爹失忆了，让我给他治病，只要血块清除，自然就会恢复记忆。那怎么才能让爹爹提前恢复记忆呢？受到足够的刺激，把脑部的淤血全部排除，自然就会恢复全部记忆了。林雨萌一直阻拦你给渣爹治病，这么说都是那个林雨萌搞的鬼？对，林雨萌这么坏，妈咪会不会遇到危险？我故意让妈咪去的，只要爹地受到了足够的刺激，一定能恢复记忆。我已经做好了全部的准备。好啊好啊，走，我们去找妈咪。嗯。爹地，速来新月酒店，妈咪被欺负了。走。墨言迟迟不跟我订婚，都是你这个贱人勾引的。林言居然敢这么嚣张，今天可要好好的教训教训。来人，把这个贱人给我按住。你林雨萌，你敢这么对我，丁丁是不会给你治病的，你会死的。别以为我不知道，我早就回复了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既然你这么喜欢勾引男人，那今天我就让云城所有男人都看看你浪荡的样子。你要干什么？走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快一点！总裁已经是最快了。你放开我！你干什么？姐姐，别碰我！别白费力气了，好好享受。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放开我妈咪！我当是谁呢？原来是这两个小杂种。那就让你们好好看看你们的妈到底有多下贱！敢欺负我妈咪，给我上！哎呦，他！妈咪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宝贝。你快放开我！林言，你这个贱人，碰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爹地只会给我妈咪出气，你竟敢欺负我妈咪，给我好好教训教训他。妈咪，以后我来保护你。当当，这样太危险了，妈咪会担心的。妈咪你别担心，我会保护妹妹的。好啊。林言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还是关心一下你自己吧，脸都变形了，嘴还硬呢。卢总，你慢点，慢点！你们找人打我，我要告诉莫言，莫言一定不会放过你们的，是吗？那我就拭目以待喽。莫言，莫言来给我撑腰了，你们死定了！林言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看到没有？爹地来是来安慰妈咪的。被打的人是我，你为什么要关心林言？
都被打成什么样了。丁丁当刀不会随便打。冬雨，你怎么进这两个小堂就说话？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叫林烟来同学会就是为了欺负林烟。莫言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我怎么可能会欺负姐姐呢？我没有。丁丁早就跟我说过，你办这场同学会的目的就是为了欺负林烟。我真的没有。爹地，妈咪的胳膊受伤了。裴总，这点小伤没关系的。别动，我送你去医院。莫言。林烟，你给我等着。小杂种，你要干什么？把 U 盘还给我！拿着这个 U 盘，就想让我妈咪难堪？做梦！你不是想让大家看到 U 盘里面的内容吗？我如你所愿。你要干什么？自然是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才是小三，你才是破坏爹地妈咪的坏女人。小杂种，你再乱说，我打死你！打我，我可以救你，也可以废了你，不信你试试。妹妹，你可以行动了。哥哥，都准备好了。我要让整个云城的人都知道，谁才是勾引别人老公的小三。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让裴墨也知道真相？太天真。裴总，你不必这样，我自己可以的。你别动。你就不怕你未婚妻误会吗？我会处理好他，现在我只想遵从我内心的想法。莫言，莫言，你说你最爱的人只有我，你怎么能违背诺言？我现在只相信自己的感觉，你不是我要找的人。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当当，你快让他看看，跟爹地相爱的人到底是谁？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。爹地和妈咪是最恩爱的。当你跟过你内内妈咪，哪儿不能心送你，每个除了你阿姐用一个欧大面那一大一个。怎么会这样？记忆里那个人是羽毛，他明明就在我身边，我却靠近了另一个女人。你们，我付出了这么多，我竟然想背叛他。莫言，我知道你最近被林烟蛊惑，迷失了初心，但是没关系，我可以原谅你。从今以后，我们好好过日子，好不好？羽毛，是我不对，过几天我们就结婚，我很想靠近林烟。可是我不能对不起羽毛，就这样吧，终究是永远无分。裴墨言，你真的要跟他结婚吗？以后我们还是保持距离，我的妻子指的是羽毛。既然如此，你为什么三番两次的来招惹？明明我已经对你死心了，你为什么总是在我要放弃的时候出现，让我慢慢沦陷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对不起，林小姐，让你误会了。还有一个误会，是我不该相信你，我不该对你抱有任何幻想，是我太傻了。我早就知道丁丁动了我 U 盘的内容，刚才不过是演戏给你们看罢了。林岩，你彻底的输了。林岩这个贱人，贼喊捉贼，竟然还敢在原配面前晃悠，这下全城的人都知道他是小三了。要是我呀，恨不得撞墙而死。对呀、啊，妈咪，你别伤心，还有我和哥哥呢，
我们不要 daddy 了。妈咪，我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找 daddy 了。daddy 已经死了，他不配做我们的 daddy。林小姐，如果是我让你误会的话，我可以补偿你，你想要什么都可以。我要的不是赔偿。除了赔偿，我给不了你任何东西。我马上就和雨萌完婚了，以后请您和孩子不要来打扰我们的生活。我打扰你的生活，真可笑！我竟然在同一个男人身上跌倒了两次。两次够了，裴墨言，你不要再装了。是我挨了巴掌忘了疼，从此以后你我桥归桥，路归路，婚丧嫁娶互不相干。愿无岁月可白头，从此天涯陌路人。裴墨言，从今以后你我再无瓜葛。妈咪，妈咪，妈咪。那些模糊破着回忆，这个是我陪嫁给儿媳妇的祖传玉镯。好了，现在你是我老婆了。视线停留在你倒影，爱不再是你。莫言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想起来了。这句话我听腻了，别碰我，恶心。太好了，爹地想起来了。莫言真的想起来，那我欺骗他的事情就暴露了，彻底完了。这个手镯是我奶奶给我的，她怎么会在你这儿？裴墨言，你不要再装了！墨言，爹地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哼，我不要你了。对，我们要换新爹地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宝贝们，咱们回家。嗯。真晦气，赶紧走！你们才走远点，看到你们才是真正的晦气。你，我奶奶的玉镯为什么会在林岩那儿？那是林岩抢走的，从小他就横行霸道，我也不敢抢回来。是啊，林岩一直都是这样的人，嚣张跋扈的，可让我们雨萌啊吃了不少苦头。裴总，你跟雨萌的相爱过往我们都看到了，可不能辜负雨萌啊。对啊，裴总，你准备什么时候和雨萌结婚呢？大屏幕里的都是林雨萌，可为什么我的脑海里全是林岩？莫言，你刚才该不会只是说说而已吧？等我忙完这段时间，我就筹备婚礼。后天结婚。妈，这件事儿您就别管了。全云城的人都知道你和雨萌相爱，你还要让雨萌等啊？我们裴家的颜面何在？伯母，雨萌，你放心，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。你如果不跟雨萌结婚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。知道了。妍妍，我们找你找的好苦啊。表哥，我终于见到你们了。妹妹，这么多年你带着孩子受苦了，我和哥哥们不会再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哇，你们就是舅舅们，真帅。哎，对了，大姨呢？她怎么没有一块过来？我妈她去世了，临走之前还放不下你。我们都知道你这些年受了很多苦。你放心，事情我们都会调查清楚，如果诬陷你那件事真的跟裴墨言有关的话，我们不会放过他。帅舅舅，你能别提那个晦气男人了吗？我带你们回家，我家里有很多好吃的。端，舅舅带你回家好不好？好。走喽。走吧。妹妹。嗯？你就住这儿啊？
这也太委屈了。你快上楼去收拾东西，咱们搬到大别墅里住。不用了，哥哥，住这挺好的。哎，你可是我们的小公主，怎么能受这种委屈呢？明天我就派人把这里好好收拾一番，可不要拒绝哦。好。副总，裴氏负责人已经到了，您看。知道了，马上回去。哎，裴氏人要来谈合作，我倒要看他有多大的能耐。大哥二哥，你们放心去忙，我来陪妹妹。你们谁都不用陪我。思远，你先去带着爷爷和孩子们买点礼物，过几天就是孩子们的生日了，保证完成任务。来，走喽，去买礼物了。我们走。嗯嗯，舅舅拜拜。舅舅，当当想要买好看的小裙裙。没问题，咱们走。来。妈咪，妈咪，来，我给你吹。为什么我的心里会这么难受？难道我？没等来夏天登场，看你把头发留长，没能接受你煮汤，为了厨房。谢谢哥哥。妹妹，过去的事儿都过去了，我希望你往前看。嗯，我明白。走吧，哥去给你买身新衣服，咱们换个心情。妈咪快走，我们去买好看的衣服。走吧。走。哎，慢点。这件礼服真好看。礼服好好看呀。哪来的熊孩子，坏坏赔得起吗？哎，你怎么说话呢？我说的是事实，看你一副穷酸样，买不起赶紧滚。你们店门槛还真是低，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进。你这种过河拆桥的人都能来，我为什么不能？谁过河拆桥了？要不是我哥哥出手治病，你早死800次了。你个小野种，说什么呢？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好大的胆子。林远，你还真是好手段啊！这才多久就又勾搭上新的男人？我妈咪才没有，整个云城都知道，你妈咪就是最不要脸的人。你给我闭嘴！谁不知道你更不要脸，竟敢抢自己姐夫？我可没有抢裴墨言，是墨言自己喜欢我，可能就是看我比姐姐年轻几岁吧。你脸都丑成这样了，还年轻，真不知道渣爹怎么那么眼瞎。竟然看上了你。妹妹，你别这么说，爹地心里只有妈咪一个人。你所谓的爹地明天就要和我结婚，他的心里只有我一个人。什么？裴墨言，你偏偏选择明天结婚，那是我生下叮叮当当的日子，你真的好狠心啊。我爹地才不可能跟你结婚呢。怎么不信啊？那明天你们可要睁大眼睛好好看清楚。姐姐别是不敢来吧？我有什么不敢？那我和墨野明天就等着你。你放心，我们一定准时到。那我明天就等着你来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要听妈妈答应？生活总要往前看嘛，要勇敢面对过去，当然是去看爹地的笑话。丁丁说的对，我对裴墨野已经不再抱有任何幻想。这次去他的婚礼也算是对过去彻底告别吧。用不用我陪着你？没事，我自己可以的。舅舅，你放心，我和哥哥会保护好妈咪的。嗯，我来参加裴墨言的婚礼，心里还真有些不舒服。难道？不会的，我对他已经没有感情了。妈咪，你别这个表情，今天可是你的主场。什么我的主场啊？今天是裴墨言和林雨萌的主场。妈咪，你要昂首挺胸，把爹地抢回来。你别乱说，这样会让人误会的。嗯。误会什么？没什么。你今天怎么过来的？当然是你未婚妻邀请我来的，不然我怎么会在这里？
看来爹地还是喜欢妈咪的，要撮合一下。姐姐来了，想必也是来祝福我和莫衍的吧？是啊，我祝你们新婚快乐，百年好合。那就谢姐姐吉言了。莫衍，客人还在等着我们，我们先走吧。林言，你既然来了，我不送你一份大礼可说不过去呀。宝贝们，饿不饿？带你们去找点好吃的。嗯，走。哎，欢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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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吃好吃好吃好，自己招呼自己啊。哟，来了来了来了。好好好好好。哎呀，你们也来了。来来来来来。来，林言，我警告你，今天是你妹妹的订婚宴，你最好别在这找事儿。哼，死丫头，你敢搅乱我们家雨萌的好事，我叫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哟，好大的口气，一会儿我看你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七年前林言跟野男人私奔，如今又大闹订婚宴，该不会又想勾引裴总了吧？真是看不出来啊，林言竟然是这种人。不过这林家两女抢一个男人，可有好戏看了。你听听，你看看，这都是你办的好事儿。你这个不孝，看我打死你！哎呀！姐姐，你怎么能推爸爸呢？别在这攀亲戚，我妈只有我一个女儿。你居然敢这么说话，我们林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当初我妈尸骨未寒，你就把这个狐狸精娶进门，我哪里比得上你啊？你怎么说话呢？爸，您消消气。没事，这个贱人简直大逆不道。你和这个狐狸精在这勾三搭四，你还有资格说我？姐姐，我喜欢的人你都要抢走，现在更是如此，你为什么就是见不得我幸福呢？林雨萌，你这个演技不去做演员真是可惜了。你雨萌，你别怕，你是我认定的儿媳妇，没有人能欺负得了你，还不赶快把这个勾三搭四的女人给我赶出去。妈，你别这样。我怎么样了呀？雨萌才是你的妻子，这个女人和野男人不清不楚，还生下野种，你竟然还护着她。七年前我没有和野男人私奔，是有人敢做不敢当。李英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们之间究竟发生过什么？林小姐，七年前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莫言，姐姐当年和野男人私奔，七年前可是轰动了整个云城，在座的各位谁人不知谁人不晓，不信你可以问问啊。是啊，林言当初跟人私奔真是把林家的脸都丢尽了。就是啊，跟人私奔不够还敢勾引自己的妹夫，这种人怎么不去死啊？难道他真的是？莫言，你好好和雨萌完婚，像这个贱人就应该被赶出去。待会儿傅家三公子要来，可别让他们看了笑话啊。是啊，莫言，既然姐姐不想祝福我们，那不如就让她走吧。快来人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。你们好大的胆子，竟敢欺负我妈咪。小杂种，你给我闭嘴，还不快滚。等等，你们竟敢欺负我妹妹和妈咪，我要你们好看。没事吧，等等，妈妈给你做主啊。你都自身难保了，还想护着这个小贱人，真是搞笑。那我能不能做主？又是他，看来他们的关系真的不一般。那不是傅氏的小公子傅思远吗？他带这么多礼物来，是来送贺礼的吗？我并未听说傅氏跟裴氏有交集啊。那还用说吗？今儿可是我家女儿的结婚日子，那肯定是来送贺礼的呀。
雨萌啊，我看八成是来给你送贺礼的。我？可是我不认识他呀。哎呀，你个傻丫头，就凭你这相貌，在云城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。说不定是慕名而来的。志国呀，咱们家女儿多长脸呢，那小副总都亲自来送贺礼了。雨萌，赶紧过去，别让小副总等太久了。爸说的是，我这就去，我要让云城所有人都知道今天我林雨萌到底有多风光。想不到这小副总竟然这么喜欢我，珠宝和礼服都是我最喜欢的。谢谢小副总，那些礼物我很喜欢。这些礼物跟你没有一毛钱的关系。跟我没有关系？难道跟你这黄脸婆的妈有关系？这都是送给我妈咪的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真是搞笑。是堂堂小副公送这么奢华的礼物给这个带孩子的寡妇，真是笑死人了。这些东西都是给我的。这些礼物要是给你的，我林雨萌倒立吃屎。揭晓真相的时刻到了。这些礼物是送给林岩的。这些礼物是送给林岩的。什么？大家都睁大眼睛看清楚，穿着裙子是怎么倒立吃屎的？你个小贱人，你给我闭嘴。怎么敢说不敢做呀？你们林家就教出来这样的好女儿？是啊，小副总真是送给林岩的，我还以为是给林雨萌的呢。你没看吗？林雨萌都快气死了，刚才还说自己倒立吃屎。小副总，你是不是搞错了呀？林岩这种不检点的女人还带了两个小杂种，你怎么能给她送礼呢？我不给她送难道给你送啊？像你这种没有素质的人，我跟你说一句话都感到恶心。你哼，我知道了，你就是七年前跟林岩私奔的那个野男人吧？怪不得你这么护着他。傅家好歹也是豪门世家呀，哼，怎么能生出来你这种人呢？你说现在这是什么世道啊？狗男女都敢这么胆大包天了吗？林雨萌，你属脸谱的吧？变脸这么快，你敢说他不是你的野男人？难道他真是和林岩出国的那个男人？可是我为何如此心痛？难道我对林岩……他不是，他是我……他是你什么？你怎么不说了？我看啊，你还是心虚。给我闭嘴！再敢欺负妍妍，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哎呦，大家快来听听啊，这都叫得这么亲密了，还说你们俩没事，谁信呢？你爱信不信。够了，我跟你说，你已经被赶出林家，现在赶紧滚。就是看着你我就觉得晦气，还好意思来婚礼。我呸，如果不是林雨萌喊我，我压根就不会来。不过裴总才是这里的主人，如果要赶我走的话，得裴总亲自说。莫远，姐姐摆明了就是想破坏咱们的婚宴，你就让他走。是你误认人在先，况且来者是客，我裴家还没那么小气。莫言，雨萌是你以后的妻子，你应该站在他这边，怎么能替外人说话呢？啊，妈，我帮理不帮亲。好一个帮理不帮亲，七年前你伤害妍妍的事我好好跟你算。七年前我欺负林妍，算了，没必要再说了，我们走吧。七年前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商业大佬傅元生还有投资天才傅云舟，他们也来了。今天是什么日子啊？能看到傅家三公子齐聚一堂。妍妍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莫言，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好啊，林岩，你果然这么不要脸，没想到你不只勾引一个男人，居然还勾引了兄弟三个。我看你是心脏，看什么都脏。
爷爷才不会像你这样不知羞耻。哼，别仗着你是富家公子就可以欺负我女儿。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儿子会打洞，怪不得林雨萌这么不要脸。喂，你说什么呢你？是不是胡说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不许你们这么说我妈，这里不欢迎你们，你们马上给我滚。哼，你以为我们稀罕这里啊？我警告你，赶紧带着你这两个孽种给我走，林家不欢迎你。我妈咪这辈子最晦气的事情就是生在了林家。你个小兔崽子，看我不打你。我滚、敢动他我弄死你。大家快来看呐，富家打人了呀，你们都来看看这是什么人呐。打的就是你，你以为我们不知道当年你是怎么欺负妍妍和孩子们的？哼，现在你要是再敢动他们一根毫毛，我就把你们赶出云城。这孩子到底是你们三个哪一个的呀？不得不说还是姐姐会玩啊，为了寻找靠山出卖身体还一找就找兄弟三个。闭嘴。莫言，你说我干嘛？我只是实话实说嘛。林云，他们寻找靠山吗？哎，莫言，你既然这么想吗？是又如何？有些人的承诺不过就是说说而已。你会不会一直对我这么好啊？放心，我会做你一辈子的靠山。你不配当我爹爹。妍妍，我们走吧。赶紧走，别毁了我的婚宴。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当哑巴。天天和我长得像，说话神态也这么像，难道他……这小孩跟裴总说话言行一模一样，这该不会是裴总的孩子吧？哎，那这么说，林岩七年前，难道叮叮当当真的是我的孩子？这孩子长得确实和莫言有点像，但是莫言肯定不会和那种女人有瓜葛的。闭嘴！他们怎么可能是莫言的孩子？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给你们家当牛做马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心里最清楚。我们走。妈，他说的给我们家当牛做马是什么意思？莫言，姐姐她已经胡言乱语了。我没问你。还能是什么意思？传言我脾气太差，以后是个恶婆婆。赶紧的，订婚仪式继续。继续。雨萌，这是我裴家的传家玉坠，今天就交给你了。这是什么？我奶奶送给未来孙媳妇儿的。现在是你。这个吊坠是裴家祖传的，不能让他随便到了林雨萌手里。莫言，你这个吊坠是要有裴家子嗣以后才有资格继承，现在又不是时候。你们结婚以后，这不是早晚的事情吗？啊，妈，今天这个日子不合适，我会让穆助理再挑一个日子的。我公司有事，先走了。妍妍，跟我们回家吧。是啊，哥哥们不忍心你们受委屈。你喜欢什么衣服，哥把商场买下来送你。妍妍，想吃什么，大哥带你去啊。啊，不用了，哥哥们，你们快忙去吧。三位舅舅，你们放心，我会照顾好妈咪的。还有我。哎，真乖。那过两天舅舅带你吃大餐好不好？好呀。跟舅舅拜拜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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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把七年前的事调查清楚。是，裴总。裴总有空还是多去关心一下自己的未婚妻吧，免得被人误会。哎，裴总，你听不懂人话吗？七年前的事我会调查清楚的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林小姐，我们之间可能有什么误会，请你给我个机会解释。别打扰爹爹和妈咪。好啊，
那我给你个机会解释。先上车吧，我送你们回家。裴总，车到了。让叮叮当当先上车。谢谢爹地。走吧。去林家。是，裴总。不行，我得做点什么呀。裴总和林小姐抱在一起了，这次裴总肯定高兴，我这个月工资估计能涨一涨。你怎么开的车？哦，裴总，都是我不好，我多注意。裴总，就送到这儿吧。爹地都送到门口了，你就进去吃个饭吧。哎，等等，走。爹地，你先坐，我这就给你去拿果汁。这可是我妈咪最爱喝的果汁。这芒果汁也是我最爱喝的。妈咪，你快让爹地尝尝你的厨艺。粗茶淡饭入不了裴总的眼，凑合吃吧。林小姐谦虚了，你这些菜看起来挺不错的。妈咪的厨艺堪比大厨，爹地你快吃。裴总，刚才手下失误，把上等的牛肉搞成了上等海鲜，您看。送到林家来吧。Daddy 送什么呀？我总不能白白吃你们的饭吧，送点海鲜过来。果然是渣爹，连我们海鲜过敏都不知道。他们也对海鲜过敏？你们也对海鲜过敏？哼，还想做我们 Daddy， 你不配。我下次一定记得。吃饭吧。我来帮你。啊，大可不必。要是让别人知道裴总在我们这里刷碗，那林雨萌不得把我吃了呀。哥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帮渣爹？他伤害妈咪有多深你不知道吗？那都是误会，而且妈咪很爱爹爹，他心里一直没放下。不可能，我的妈咪绝对不是恋爱脑。妈咪不是恋爱脑，是爱过 Daddy， 而且爱得很深。我只是不想让妈咪伤心。那我也不想让妈咪伤心。虽然我看不惯渣爹，交给我吧。你留下来给我讲故事。你不是不喜欢他吗？正因为不喜欢才让他给我讲故事啊。啊，我家的饭不是这么好吃的，给我走。那个我啊。他还设法让波塔姆先生雇佣了第四只海狸，这样海狸们干活的速度就变得更快了，然后就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开心的游泳。好了，故事讲完了。你这么讨厌我，
为什么还让我给你讲故事？你抛弃妈咪和我们，不讨厌你才怪呢。抛弃？妈咪，我们也去卧室吧。我才不去呢，我要去睡觉了。妈咪，你怎么了？怎么感觉头有点沉？该不会是着凉了吧？我没事。妈咪，走吧，我们一起去听爹地讲故事。什么叫抛弃？妈咪，你和爹地要睡在一张床上。一张床上？我看其他小朋友的爹地妈咪都是睡在一起呀。可是他不是你们俩的爹地啊。所以我们两个不能睡在一张床上，等以后给你们找到了 daddy， 咱们一家四口再睡在一张床上，好不好？妈咪，你要是不跟 daddy 哄我们睡觉，我就不睡了。哎呀，要不就答应孩子吧。今天麻烦你了。嗨，你一个人带孩子也挺辛苦的吧？都是自己的孩子嘛，苦点也是应该的。喂，裴总，七年前的事情查到了。裴总先去忙吧。嗯。你头发乱了。啊啊。刚才我为什么会期待？难道说我对他？裴总，这是七年前的资料。七年前林岩追过我，我拒绝了。志学告诉我这个资料不是真的，我和林岩肯定不是这个关系。去调查一下丁丁和当当的身世，记住这件事一定要保密。是，裴总。开饭啦。妈咪，爹地呢？当然是回他自己家了。妈咪，都那么晚了，你还让爹地一个人回去，太不安全了。当当，你对裴墨衍的态度怎么突然变了？你说，他给你什么好处了？嗯？什么好处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他做我爹地也还行吧。好了，你们快吃饭吧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女儿别生气了，等林岩来了，哼，好好收拾。都是林岩这个贱人，三番两次的勾引墨言，害得我被墨言训斥，再这样下去我怕是要嫁不进裴家了。不行，你必须要嫁给裴家，要不然我们林家就完了。都怪林岩那个贱，要不是他，我们家雨萌早就跟裴总结婚了。哼，林岩如果敢断我的财路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我妈的遗物呢？姐姐想要遗物呀，自己来拿。怕你没这个本事，快把我妈的遗物给我。我当你是多厉害呢？也不过如此。来人，把他给我摁出来。哥哥，你怎么了？我总感觉妈咪状态不对，会不会被人欺负啊？走，我们去给妈咪撑腰。嗯。林雨萌，你要干什么？根本就没有什么疑问，这次你来了就别想轻易离开，给我往死里打，让他好好长长教训。
你们想给谁教训？哼，来的正好，跟你这贱妈一起死吧！来人，给我打死这两个孽畜！哼，你们这群人渣，竟敢欺负我妈咪，还想霸占爹地！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们，帮妈咪出出气！哼！啊！别砸了我的字画！别砸了我的花瓶，是一千万别砸！别砸！你！我说了，别打我！小贱人，你是不是疯了？再敢说我妹妹，我就让你满地找牙！裴总，之前那个项目呢？我们接下来……喂。哎呀，你快来救我！我快被林岩打死了！会议暂停，去领教。会议时间咱们另行通知。住手！莫言，你终于来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爹地，他们一家光骗我妈咪，还欺负她。莫言，他胡说，明明是他们来欺负我们。你看把家都砸成什么样子了。哎，怎么这么疼？莫言，我是你未婚妻，我不许你关心林言。他发烧了，我必须马上送他去医院。我不许，我不许！林言，你去死吧！林小姐没事，只是有些发烧，您先去包扎一下背部的伤口吧。好，辛苦了。我怎么在这儿啊？是爹地送你来的。妈咪，爹地为了保护你被坏女人伤了。他为了救我受伤了。妈咪，爹地真的很爱你的。你快去看看他吧，我这就去。爹地真的很关心妈咪，妹妹你就不要误会他了。这次算他有点良心。好了，裴总这腹部刀疤可是有点深呢、啊，看起来至少五年以上，可以考虑做个激光，以免增生。啊，七年前车祸的时候受的伤。嗯，啊，林小姐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没什么大碍了，还是需要多注意休息。看得出来，林小姐很关心老公啊。我开个单子，拖个三五天药就好了。他不是我老公，这么相爱还说不是夫妻？我爹地和妈咪是最恩爱的。丁丁，你别胡说，走回家。今天的午饭看来是不用吃了，被你们这狗粮吃饱了。去开药吧。谢谢医生。今天谢谢你了，裴总。那我先带孩子们回家了，走。妈咪，你的身体还很虚弱，不如让爹地送我们回去吧。不用，快闪开！照顾好你媳妇，很危险的。你身体还很虚弱，我不放心，我送你回家吧。啊！
谢谢裴总送我们回来。Daddy， 把妈咪送到卧室呗，否则妈咪又晕倒了怎么办？哥哥说的有道理，能不能抱动妈咪呀？抱，你们俩。裴总，我自己可以的，你先回去吧。你还很虚弱，医生说了你要多注意休息，我去给你做碗面。裴墨言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这么关心我，难道对我？嘿，做什么好吃的呢？哇，番茄鸡蛋面，好香啊！是不是饿了？嗯。来，好吃吗？嗯，还是老公做的最好吃，比外面那些大厨强多了。好了，你出去待着吧。我为什么觉得这一幕这么熟悉？我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就做了份鸡蛋面。怎么了？是不合胃口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这个味道我很熟悉。我也觉得很熟悉。怎么可能不熟悉？这是你的拿手菜，你总给我做。嗯，李岩。我们，裴墨言，你为什么一会儿对我好，一会儿又要伤害我？我只是克制不住自己，想靠近你。你先出去吧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妹妹，妈咪的感情还真是坎坷啊。关键时刻还得看我出手。嗯，哥哥，耳朵凑过来。嗯，丁丁 ，Daddy， 我热了杯牛奶。真乖。妈咪不好了，爹地不舒服了，你快去看看他吧。哦。莫言，怎么了？走。等着看吧。这也不发烧啊。看来没生病。啊，别走，别离开我好不好？Daddy 还是挺你的，妹妹还是你有办法。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是炸爹实在太废物了，我不想妈咪伤心而已。妹妹，你就是刀子嘴豆腐心，其实你还是挺喜欢 Daddy 的。我才没有。好了，妹妹，我们快走吧，别打扰 Daddy 和妈咪了。裴墨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别离开我，我好像……裴墨言，这是被下药了。刚才是丁丁叫我进来的，这药难道是丁丁下的？裴墨言，你冷静一点。抱我。你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抱我，抱我！
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我警告你啊，不许再挠我了，听到没有？听到没？我就挠，我就挠。其中的女人是林岩，我要找的是林岩。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早就喜欢我了？我纠正一下，是你先扑倒的我。我？嗯。丁丁。Daddy， 我热了杯牛奶。多谢丁丁了。难道是丁丁给我牛奶里下药了？下药？不过还是得感谢丁丁，否则我还不知道怎么抱得老婆归呢。你别胡说，谁要做你老婆了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想起来了，我记忆中那个人是你，7年前那个人也是你。你想起来了是什么意思啊？7年前我遭遇了车祸，失去了记忆，是林允萌告诉我，是他一直在我身边。所以你不是故意冷漠，你是因为失忆了。7年前我失去了记忆，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寻找办法找回记忆，我一直觉得我的心空了一块，直到现在我才觉得我的心被填满。我竟然都不知道。以后啊，我们好好的，至于林雨萌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林岩那个贱人把我们林家全都给毁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生气了啊，当心气坏了身子。林岩他凭什么？莫言还那么护着他。哎呀，我的女儿啊，你就不应该这么对莫言，想要对付林岩那个贱人还需要莫言出手，你要不要跟莫言服个软啊？可你妈说的对，你去给裴总道个歉。喂，莫言，都是我的错，我不该那么对姐姐，你给我个认错的机会。好啊。是时候让林雨萌付出代价了，你好好休息。嗯，我已经让莫助理看过了，后天就是结婚的好日子，你什么都不用管，只需要美美的嫁给我就好了。谁说要嫁给你了？我会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我的妻子，我会守护你一辈子。莫言，都是我不好，但姐姐砸了林家也确实不对，你可要替我做主啊。为你做主？那谁为林岩做主？莫言，你什么意思？7年前和我在一起的女人真的是你？不是我，还能有谁啊？莫言，你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姐姐跟你说了什么？你骗了我这么多年，是你害我误会了林岩，到现在你还要跟我撒谎。你恢复记忆了？莫言，我真的只是太爱你了。你要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。拖出去。不要，莫言。让他把牢底坐穿。终于等到 Daddy 和妈咪的婚礼了，我太激动了。希望 Daddy 对妈咪以后好一点，否则我可饶不了他。妹妹， Daddy 会对我们和妈咪好的。走，我们去教堂。哥哥，妹妹，妹妹，丁丁，丁丁，没事吧？真好看。妈，妍妍，这是祖传的吊坠，之前是我不好，你原谅我吧。妈，这太贵重了，我不能收。
真好看。林岩，想要你女儿活，十分钟内赶紧到西郊厂房来。妈咪，你不要过来！小贱人，你给我闭嘴！你别打当当！十分钟内赶不到，这辈子都别想再见到你的宝贝女儿了。爷爷，怎么了？妈，当当被林雨萌绑架了，来不及给你解释了，我先过去了。莫言，当当被林雨萌绑架了，爷爷他一个人去，你快派人去呀！我担心。妈，你放心，爷爷一定会没事的。宝贝，别怕，你妈妈一会儿就来救你了。你这个坏女人，当初我哥哥就不应该救你。你给我老实点，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你的妈妈了。啊！敢动我，我爹地肯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大的口气！今天我就看看，我动你了，他能把我怎样？住手！哟，来得挺快的嘛，看来你很心疼你的宝贝女儿啊。林雨萌，你赶紧把当当放了。放了她可以啊，拿你的命换她的，我就放了她。妈咪，不要了。你别动当当。我耐心有限，我只数十个数。十、九、八、七、六。妈咪不要了。三，等等，莫言，你终于来了，贱人，去死吧！莫言，莫言，哎呀，莫言，莫言，你坚持住，爹地，莫言，你坚持住，你一定不能有事，莫言，爹地，妈咪，爹地很危险，必须尽快救治。夫人，请放心，我这就把裴总送到医院，裴总肯定会没事的。快去，快去！裴莫言，你肯定会没事的。莫言，你快点醒过来好不好？哥哥，爹地会没事的，对吗？他福大命的，肯定会没事的。莫言，你醒了，你吓死我了。你还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啊？我没事。慢点。对不起，以后我再也不会让你担心了。哥哥，我们走吧。你今天真的很漂亮，就你嘴甜。妈咪最美，妈咪是世界上最好看的新娘。爹地，到你了。妍妍，我想把我的一生都交给你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好。我等这一天真的等很久了。婚礼圆满完成，现在请新郎亲吻你的新娘。